大家好，我是黄杰。高雄市议员黄杰北上助选陪伴票，还参加了同志大游行的宣传活动。外界更关心的是，他是否接棒赵天麟选立委？我的态度一直都是要尊重党中央的安排。那无论是谁上阵，那我相信所有的战士都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啦。就是这个时候该战就要战。黄杰表态，党中央怎么规划，他全力配合。而同党同志郭建盟上午在积极表态，愿意披战袍出征。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根很久了，齐迈市长，给我机会，我们有信心团结打赢这场选战。两个人谁出现？27号下午传出，民进党提名策略小组成员连日讨论评估，考量国会重要以及重视年轻世代，一致认为黄杰是最适合人选，将向中执会建议，最快下周三的中执会通过征召，由黄杰出战高雄第六选区。虽然消息还没获得进一步证实，不过赵天麟在脸书赞黄杰是个优异的接棒人选，也曾被点名的市议员黄文义则恭喜黄杰获得提名。看来黄杰接棒赵天麟，就差党中央正式公布了。华视新闻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